送机，看来刚才有些朋友不服啊，又对我们的百米速送量机发出发出挑战。好，请我们的一号、三号车准备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。好，比赛开始。啊，恭喜大家第四个，今天呢，恭喜我们的第一组的送机手，这个百米速送量机啊，可以开始，获取了非常一号的领先啊，交出来的我在。在平台内进行这个进到位进操作，也可以实现无线操作智能化的百米升降机，让我们再次有热烈掌声送给他。好。